阿坡過咗回歸亭啦。今次即係我諗咗個一條幾特別嘅路線啦，香港三大岩壁貫穿佢啦。咁啊，全長有差唔多17公里到啦，即係未計攀爬嘅部分。一切小心。因為今次係以 group solo 嘅方式嚟做攀爬，即係用跑連爬嘅方式嚟去完成咧。其實有佢一定嘅難度，安全第一喎。咁啊，當時就因為屋企嘅經濟嘅問題啦，咁所以最後就選擇咗冇參加。咁啊，自己即係將呢件事就埋藏咗喺自己心裏邊。獲得佢個人就即係抑壓啲嘅。佢係少，即係當然佢唔多講嘢。我諗佢都係自然多啲嘅，自己同自己講嘢多啲。咁我叫阿波啦。爬咗石都有10年